位咧就有 Danny 嘅助手尖嘴啦。系啊，小姐，请问你高姓大名咧？我叫 Peggy。你好 ，Peggy。啊，系啊 ，Peggy， 请问你喺边度嚟嘅咧？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，犀利啊！啊，知唔知你讲咩话？哎呀，知唔知好有兴趣知道马来西亚？马来西亚系咪好多马骑噶？唔系，有马来人。有马来人，你哋冇理由骑马来人噶。OK， 冇問題。我相信咧，可能佢哋中意騎國馬呢一種運動。哎呀，哎呀，今日啊，阿 Peggy 啊，你哋呢個迪士尼樂園有咩嘢打算咁咧？同你傾偈。喂，多謝你，啱曬啦！我都好耐冇同人傾過偈啦。啊，你知道嘛？有時咧，我喺呢個實驗室裏邊咧，真係淨係顧住做實驗。係啊，淨係顧住做實驗咧，有時咧就真係好寂寞噶。哎呀，得我啊，个尖嘴同我咪咪摸摸倾下偈咁咧。哎呀，而家如果个 Peggy 呢个真系好妒忌啦。系啊，哎呀，尖嘴想请教下咧，今日呢个迪士尼乐园 Peggy 除咗倾偈之外，你想玩啲咩游戏咁啊？搵势咯。搵势咯。搵势去。搵势去。搵晒啲嘢。我玩晒啲嘢佢，啱晒啦，啱晒啦。我想向你推荐咗几个好有玩个项目啊。用我哋故宮仔流動實驗室嘅流呢個迪士尼指南咧，佢哋介紹啊。首先咧，我想請問阿 Peggy， 你有冇車牌先？有駕駛執照啱曬啦，你可以明日世界嗰度玩下自車天地嘅。係啊，享受翻下駕駛嘅樂趣啊。係啊，仲有咧，你中唔中意行山㗎？嚇？係登高啊，行山啊。馬神，馬神。哦，好。哎呀，好勁啱曬，你可以玩下 Space Mountain 啊，飛越太空山啊！哎呀，真係啊，喺山上面個風景係相當唔錯噶，巴黎乜都睇唔到嘅。係啊，因為睇唔到個風景咧，先係最有意思嘅風景，任你幻想啊！啊，跟住嗱，一個私人問題啦，不如有冇男朋友先？有。有啊。不過冇嘢。哇！多謝你啊，咁我先留低我 email 先。係啦，呢個就係個 email 啦。啊！我哋保持聯絡啊！但係最緊要的一樣嘢係咧，你知道嘛？喺呢個幻想世界嗰度咧，有好多白，有個白馬王子咧，可以結識下佢嘅。係啊，包你會大開眼界噶。仲有咧，有一個叫好犀利，叫做風舞之旋轉杯。係啊，玩完之後咧，你要成為浪魚。咪咪咪咪。係啊係啊，你去過非洲旅行未先 ，Peggy？ 啊，啱曬啦！你要探險世界啊！係啊，有個呢個河流之旅咧，非常好玩噶，好有非洲嘅風味噶。係啊，你仲你識唔識邊個係泰山啊？泰城。知道。知，哎，啱曬啦！你可以行下泰山樹屋咧，侵犯下泰山嘅私隱啊！啊，唔係，係認識下泰山嘅生平先至啱咪啊！真係，哎呀，真係唔好意思啊，有時咧用錯詞語啊。啊，仲有喎、哦，你可以睇下《獅子王》慶典喎、哦。诶、啊，蜘蛛人都第一场啊，都系查下资料先。系啊，冇错啊，完全中晒，好多唔该晒你。